中共病毒 Delta 变异毒株正在大陆各地快速蔓延，北京的防卫措施更加严厉。8月15号官方再次公布不允许进京的地区名单，其中包括上海、江苏、湖北、海南等省市的38个区县。虽然官方在媒体上声称暂时不允许进京的只是中高风险区，但是北京警方在进京关口对要回北京的市民却另有讲法。跟您说了那您可以回家，我已经说了方法了，在北京有固定住所，让您所属的等支部带上公章来过来把您接走，让他回去落实四方责任。我们怎么联系党支部？我们一个平民老百姓去哪儿联系？找你居委会。有看到视频的网友评论说，几年前就有证明你阿妈是你阿妈的荒诞规定，现在又出现了稳党支部接人进城的匪夷所思的政策，这个难度实在是异想天开级别了。